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很酷的哦。好，有好酷的银河边境哇！这个就没有蘑菇神了，所以就没办法像刚刚直接获得胜利了。好好好，你就要一定要去收集东西，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东西是漂浮，你手拿着它就会往上飘。对。然后猎那个狼人的话，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狼人会晚上会有敲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好，不知道怎么跑啊，抓人。新地图啊，我们先在这个配置一次哦。好，原来是你招的。银河，走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速度就可以飞了，伤神气流。我觉得这个地图很困扰啊，好好玩啊！对啊，享受飞天啊！好酷哦，这个地图，你可以飞到最上面。我要躲开。要晚上，要晚上，要晚上了。好可怕！你还有那翅膀哎？哎，有翘翅。对，狼人会。哎，狼人有翅膀哦。哦，狼人会有。哎呀，所以你刚刚谁有翅膀？我刚刚说没事的，不是喵哈刚刚说，哎、欸，会有翅膀哎、欸，所以代表他是狼人哦。应该有那翅膀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翘翅。对，狼人会哎。自己吓人，为什么一直是我是狼人呢？就是、你走到哪里去了呢？哎呦，所以布拉格是好人。罗明是狼人，罗明是狼人。是狼人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啊。狼人帮我的加速干嘛？哎呀，这是哪啊？这有吗？这有点母汤哦。这人发好烂，我都帮狼人哎。哇！对，为什么要苦力怕？为什么滚？哎、欸，法西，我要跟你讲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。还说？你知道我从我完全走不出这个星球。完了！我认识。不要接近蓝色的星球，有一只狼在里面。哎、欸！我被狼人撞到了，等一下，狼人不要，狼人补汤哦。我感觉很好笑啊。团你是什么？啊，我是村民啊。等一下，有一只苍蝇呐。白天喽，白天喽，没事没事，我怕了。苍蝇是谁？出来瞧，我打苍蝇。死人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有一只狼在这里退休安居啊，在地球里面啊，鸟被抓了，就迷路了。哦哟，又没有跟我讲过有翘翅。我一开始就讲了，你没听而已。那讲话你自己不听。你的遭遇也太好了吧？你真的很幸运，也不是我在说。对啊，我很像是被抢走了。我们要去哪里？圆圆，叫我接到吗？欸、接不到吧，自己很难接到。你是好人吗？你要接吗？好，我给你接，给你接，看你接不接。我刚刚是女巫，掉下去了。女巫，我刚刚掉下去了，白痴啊！好好，我们上去啊，用箱子跟你交易啊。好好。哎、欸，都被拿过了。上面。啊，撞到这里了，这里啦。哪里？哪里有箱子？哦，有箱子。我觉得这里越来越可以哦。我把东西给你。这里要越来越危险。哦，你在这，白痴哦！来，小心露米，他很危险。来，鸡腿放在箱子里，来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现在巧克力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物资集中。等一下，我要先远离。一人一个，在物资集中啊！巧克力，小心一点。物资集中。啊！团团是杀手，团团是狼人。哎呦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！你在哪里？哇！卢米别过来，你这个臭苍蝇、哦、我又是白痴。你怎么又是白痴？这里是哪里、哦、狼人帮，这种是狼人帮啊。你这人真是叛徒啊。哎烂呢，这个很难。狼人帮我的家。忍者别动啊。好吗？我走了。我觉得团团怪怪的，哎、欸，你苍蝇，哎，或者狼人，忍者也是狼人帮的、啊，有可能也是狼人帮。哇，一瞬间死很多人。不是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说我住在地球里，就有两个人跑来我家嘛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狼人，我会卡。哎、欸，狼人，怎么了？现在晚上弄那个也会死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哇塞！各位，你要喝药水才有抗性，你要无敌效果才可以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袁总了，漂浮的东西不小心丢掉怎么办？
那你就坠机吧，飘不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去帮你解决一下，你在哪里啊？你问狼人啊，他会帮你的。我帮你啊，帮你啊。但是如果我走不出去的话，露米死了。哇，你的棒棒好强哦！好凶、哦！剩一个狼。你是谁？我是团团也死了。哦，团团都被我杀了，都被我杀了。快点，哇，几个中路小弟们，哇，好贱啊！所以剩喵哈了吗？喵哈你在哪里？嗨，喵哈！我看到了，一个地方。喵哈不要！我娘！哇！孩子啊！哇，所有被落雷击中哎！你有落雷？哇塞！雷死你了！太雷了，那个。这个雷哦，雷，好雷哦，真的是雷耶，嘣！这人设绝对是狼人的，这场忍者是怪怪的啊。这一场的狼人有四个，这个忍者是间谍吧？真的，真的哎，互相在对峙哦，真好笑。然后他，我觉得你都可以装装装翅膀直接飞。知道吗？我之所以不想装，是因为我不会用啊。现在练习啊，那要怎么用？拿在手上，然后呢？没有翅膀，但是空格两项被变成飞行状态，然后你要用手飞哦，用手飞。你拿着武器的话，当然就没办法烟火。嗯，杰克，还是我没看到他哎、欸，他学会了，他学会了。哇，晚上时间。我看到一只苍蝇，我看到一只苍蝇，打不到啊！这苍蝇，这只苍蝇我打不到啊！繁星靠你了，繁星胜利了，你再找一把剑看看吧。繁星，你有没有在飞啊？有，你刚刚有在飞啦。有，你往下，你不是有烟火吗？你用看烟火就知道了。又见你，哎狼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狼嘞，剩你跟狼了。剩两个了，我要睡觉，白天是休息时间啊，变行动物啊，人追狼是干嘛呀？对啊，要比谁会碰到，还有哎，死了，死了，耶，六六六，哎，人质好烂呐，好累，再一次啊，我们飞向银河，3、2、1 ，Go Go。Go, go. 我不要再当傻瓜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拿到了一个尴尬的职业啊！什么东西？你是蠢？你是蠢蛋吗？忍者吧？我待会再还给你们看。我觉得是忍者，应该是忍者，是蠢蛋。我觉得是忍者，你是忍者啊！你太开心了，他好开心，好可怕，好开心。因为我觉得是超好笑的，你要劈死人了吗？对，我终于拿到说，又是因为都不是、欸、他很难劈，他很难抽到哎、欸，我是第三个晚上才抽到电的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为什么都没了？都被拿光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哦，对啦，是泱泱啦，就是泱泱。Oh, 鬼嘞！不要抓我！泱泱跟团团，我是笨蛋啦！全隐形真的好用了吧？哎，你们家有两只耳在追我？我刚刚放忍术全员隐形中，我是笨蛋啦！好，感谢你，感谢。那是谁说团团是杀手的？圆圆啊！我跟杀手一起放那个透视啊！哦，笑死哎、欸！哎呦，笑死！果然我是真的！果然我是真的！果然我是真的！果然我真的好！果然我打中了没事！真的。我你也知道管龙是真的、啊，我是蠢蛋，你不要弄我。谁在用你？赶快讲一下啊！这个人我看不懂是谁，哈基啊？什么东西？哈基是杀手，看到他不是蟑螂、啊。哈基跟泱泱，对啊，哈基是蟑螂。问题，不是我。请问
那个预言家死前看到的讯息可以讲出来吗？晚上你晚上死就不能讲，你刚没有报就没了。对，我还有早点讲。狼人杀，狼人杀规则。白痴哦，马季。你这个杀手，你坏坏，不要，我不要接近好几次。哪里啊？好可怕！有人？你是个好人。对啊。泱泱是好人啊！泱泱是好人啊！对啊，反正他们晚上本来就会隐形嘛，没错。但是我们旁边有坏人。对。你先讲，荒没了吗？没了。啊！有那个，我来，没看到。走。哎呀！飞好机，过来。露米，露米好棒哦！四五六。露米，你少哦，好可怕哦！泱泱已经死了啊。我想要被杀掉了。对啊，杰克，太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没有讲话，整场。我讲话，我一直都讲话，一直在。杰克是坏人，杰克妈妈是。我终于觉得他是。哇！杰克！哇！杰克！我就觉得他很怪。那还有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剩下三个都很可以。我现在身上，他没有嘴巴，我有三块玻璃。你要不要机车棒棒？我把翅膀丢了。不要这个地方好有趣哦。我唱歌了，所以你来不及了。我觉得没有人找到你啊。不要这边上面出现很奇怪的地方。对啊，找翅膀啊！哈基是鬼啦，哈基是鬼啦，就已经讲了。刚刚哈基刚就都自己都认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，剩哈基哦，剩哈基跟杰克。哦，哈，我不能拿圣剑哦，不能吗？还想不能啊？不能，还有调整哦。刚刚已经拿过。哎呦，他们已经很明显了。我没有在演啊。我们还有女巫吗？演员你是吗？然后刚刚把药水丢出去了。还会再获得，晚上还会再获得。蟑螂在天上飞，丢不到哎，怎么办？你要在室内，你要躲到室内。女巫需要 buff。你们两个在玩什么？我们再撑过一天，我们再撑过一天，我的东西都收集了。好，巧克力在哪里？啥叫巧克力啦？巧克力哪里？一天白天啊！巧克力球抢出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！快拿杀虫剂喷他！没事啊，我们要加油！他们找不到我，他们找不到我。好。他找不到你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？你被尾随了啦！在哪里？好可怕！在哪？等一下，你啊！你快走，哈基，快走！我要放你不要过来！我看你啊！放下马桶没？哎！有！哇！这个就是剩下没有了，有哈？剩下的。变化在哪里啊？我都没有杀到什么人呢，你们好厉害哦！我杀好几个，我都是你杀的。你啊，蠢蛋是你杀的。我只是负责给剩下的人希望啊。直接坠机，不会飞的礼物。我怎么说要丢得出去啊？